天苍苍，地茫茫，为赢共情之真相。前一秒还沉浸在聂明觉大哥的回忆之中，下一秒就被金光瑶发现，暴露了身份。回去后的指人线还被蓝忘机恢复到真身，一言不合就要搜查芳菲店。魏婴，你清醒一点，那可是大 boss 金光瑶的房间啊！果不其然，被金光瑶反将了一军，暴露了身份。几经波澜，还是逃了出去。在姑苏蓝忘机的帮助下，揭开了乱破抄的真相。魏无羡也终于明白了当年在穷奇道温宁误杀金子轩和不夜天的那一声神秘的笛声，原来都是阴谋。不过这些魏无羡已经不在乎了，人生能得到蓝湛这个知己，现在已经就很知足了。面对学霸的知己，魏无羡更是有模有样的学起了打坐。但是贪玩静不下来的魏无羡老是犯瞌睡，动不动就点头，两人的黑白反差简直太萌了。